在今天下雨的日子，我要出发去宜兰。好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今日公休的民宿。这颗赞哦，好，我再一颗。哇，这是一种一日果农的概念。是的，是的，一日果农。哎呀，缘分啊！三二一，学弟瞎玩了2个小时多哎，对啊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而且是走秘境哎，秘境在那才知道，那个小平还有那个吊桥也是，这会不会抛出去，大家都抢着要去看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车，而且很难，我觉得会耶，大家会想要去耶，是，然后就被曝光了，然后我没有拍路哎，那怎么办？那你们之后来找他喽，找他带你们去，找他带你们去。你们去啊？怎么办？只有老师这一团才有呢。要找
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